红茶店都开在旺角这一条街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吧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去年就有17家不同的内地餐饮品牌来香港开店，其中茶饮、咖啡店开得超猛的。不少柠檬茶店都看中了同一条街，就是这里旺角自由街。看到同一条街上有茶就新愁、林香林、阿姨柠檬茶等等。一般来说，开茶饮店店铺不需要很大，需求面积大概200到600多平方尺。比如说茶就新愁，看到市场资料说这家店面积约650平方尺，月租约15万元。如果以每杯饮料约40块计算，每天大概卖125杯就可以交租了。旺角市游街是旺角核心中的核心，旺角港铁站走出来很近。大概3分钟左右吧，附近又是著名的球鞋街、旅人街，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人流超旺，难怪这么多茶饮品牌爱选址在这里。我们就成功找到这几间当中目前比较多分店的林香林的店长，来聊聊他们的未来版图，以及揭晓每天卖多少杯的秘密，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哦！记得订阅、点赞以及分享啦！